是 Q 站小千金 ，Happy Holidays！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以及美好的假期哦。哎，对喽，十二月来了哦，我们的专辑就快要发行喽。没预购我们专辑的朋友啊，还没预购的朋友们，赶快去预购吧！预购了还可以再预购哦。